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德州吊组。那德州吊组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我们在天锤的部分可以去选择要轻或重。那我中间加了这一颗导珠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在铅锤与它的碰撞当中，产生所谓像是螃蟹啊或虾子的碰撞敲击声。那在假饵的部分来讲的话，我给它一点空间，这个空间是为了让它更灵活的摆动。那它的好处就是鱼在吃饵的过程当中，除了被声响的吸引以外，它会比较没有戒心。现在我们就准备换成鱼形米诺，那这只的克数大概在10克左右，那它属于两节式的鱼形米诺。那米诺的好处是因为它有蛇板，它自己会呈现泳姿，尤其这种两节式，它会游起来像是真的鱼一样，所以我们在操作上来讲的话，只要简单的平拨就可以。接下来我们就是用金属类的战友为主，在抛投来讲的话都是属于可以远投的。远投对于很多的钓手来讲的话，它是可以直接把饵送到我们的钓点。那我们待会用这个大概是在14克左右的一个战友来试试看。接下来我们就采用所谓的微铁的部分，目前的话使用微铁一样，就跟我们刚刚使用战友一样的意思，就是为了抛投距离。那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使用单钩试试看，待会看会能钓到什么样的鱼种。哦，有拍到，对。接下来要测试我们瑞二代的木虾的部分。那我今天使用的是3号的木虾，因为现在不是所谓的花蛾季节，那我们只是来这边试试看杆子给予的木虾跳动的回馈。那待会我们就直接试试看吧。那木虾的话，我们在操作上，第一走水之后，我们会希望是先把线拉直。所以有时候啊，其实抛投出去，如果运气好的时候遇到刚好被看到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先把我们的线张直。然后再来就是去感受木虾下沉的时候的一个感觉。很多的时候，有些人在于说使用木虾的过程里面，在操作上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不知道木虾有没有敲到鱼。那我们今天使用瑞的二代，是因为它使用
高碳素的部分来讲的话，它的回馈率其实感觉非常好。那我们试试看跳的感觉。整体在跳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蛮轻盈的。即便我现在使用的是三号虾，感觉上不会有太大的阻力。操作上起来来讲的话，还蛮轻松的。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